三天了，终于上了厕所。男生，哎呀，快把我屁股都冻掉了！你咋了？哎，小鹿，你咋才回来？你咋了？哎呦，肚疼的，我已经三天了。下厕所，要不去房后面，要不去那个下面那个草后面。你们这儿真没厕所？没有没有，我们还有个铁皮的。去羊圈里。胡说，那么多双眼睛。哎，我还是去那个草里吧，这样别人来了，我能看得见他们来。对对对，是吧？我给你拿东西。干啥？来了，把纸用完，包在这个里面带回来啊。我要省口吃了，去吧，再见。好，我先去了啊。哦，哎，三天了，终于上了厕所。男生，哎呀，快把我屁股都冻掉了，好冷的。你们能想象到在草原上上厕所有多冷吗？环境呢就是这样的，很多牧民家庭都没有这个卫生间，随便都是卫生间。如果有人来了，你就喊一下，你说我在这里上厕所。哎，好冷，我先去捂一捂。